现在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 Mayson 的 ESM10 和 ESD20， 那么它们的面板都是采用的云杉的单板，其中 ESM10 背侧采用的是桃花心木， ESD20 采用的是玫瑰木，那么两只琴均是采用哑光工艺，相对来说会显得复古和典雅。它们的指板都是采用的玫瑰木指板，琴颈为桃花心木琴颈。那么作为 M 同型的 ESM10， 它的声音相对来说会比较均衡和甜美一些。那么采用玫瑰木背侧的 D 同型的 ESD20 Rosewood Limited， 相对来说它的声音会比较浑厚而且洪亮一些。那么下面让我们来听一下二者声音的区别吧。